行电子护具的测试。那刚刚林丁安选手在上一场四强的赛事当中，这个头盔的部分是屡次出现问题，希望这场赛事护具都能一切正常，能够顺利的进行。两位选手的身形其实差不多，是的。比赛正式开始。陈芷蝶选手率先拿下一分，目前比分是1-0。回合比赛结束，双方的比分是5-0，是由来自东华大学的陈芷蝶选手暂时领先。可是这准奖的，不要只捡到一三亚哟，他上完，你想要听他什么？要准奖，可以上。因为你一去，他手就把你剥掉。一剥，如果你收脚之后，他一掌，开口，开口之后，第二下就上。OK， 好，刚还有一波，1333，你突然注意一下。回合比赛正式开始，那目前双方的比数呢是维持在5-0，是由东华大学的陈芷蝶选手暂时领先。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很好。陈芷蝶选手又一记中段攻击，对，来到了7-0。再找机会哦。你打卡，打完马上到。再来，很好，再来，不要轻松。金牌，东华大学的陈芷蝶选手，这个气势，是非常的高昂。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成功守住这个公开女子组53公斤级的金牌。打完要原地接脚，对，再来。不要理他。对。开一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啊。压一下，
时里的选手被判了一个消极进攻，目前双方比数是7-1。刚刚红方选手也被判罚，比分来到了8-1，是由东华大学的陈芷蝶选手暂时领先。目前是由东华大学陈芷蝶选手暂时领先。那目前第二回合比赛结束，双方的比分是8-1，是由东华大学的陈芷蝶选手暂时领先。那目前双方之间呢是有7分的差距，但是比赛还有最后一个回合。因此双方都还是非常有机会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分数。被判罚，陈芷蝶选手这边再加上一分，这个比分来到了9-1。好了，陈芷蝶选手的表现算是非常的稳定，没错，对什么样的选手都可以。过去1分钟左右，双方比数是9-1，是由东华大学陈芷蝶暂时领先。来了，最后1分钟了，最后1分钟了，来自己准备，想踢多一点，想踢多一点，来，千万不要想跑，想踢，10秒钟，没错，双方的教练也都非常激动。下呢？那刚刚青方选手被判了一个攻击腰部以下，但是反而青方选手的大腿后侧似乎是有被攻击到。目前比赛剩下最后20秒钟，双方比数是9-2，是由东华大学陈芷蝶暂时领先。今天选手是还没有获得终结得分。没错，陈芷蝶选手再加一记正拳的分数来到了10-2。恭喜来自东华大学的陈芷蝶选手，最后是以10-2的分数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非常恭喜陈芷蝶选手拿下公开女子组53公斤级的金牌。那同时也恭喜来自国立体大的林廷安选手是拿下53公斤级的银牌，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。